景點先。講平坦就好似呢一格比較平坦啲，同埋開揚啲。係嘅。好啊，就呢度。你的形仔度咧，張台俾你擺隔離，所有火喺不鏽鋼台上面做。整得好靚喎，爛曬底，係啊，一定係咁噶啦，你估？鏟絲手冊唔係鏟絲清水灣手冊蟹肉凍條麥麵，係啦，冇錯，好開到。有衣食嘅男人，咁話住今日咧，我哋其實準備咗個義氣鍋，咁就係咧一人帶一樣未知嘅食材，即係唔俾大家知道嘅食材。咁啊，總之將你嗰個食材抌落去就係噶啦。咁我哋而家即將揭曉啦，到底大家帶咗啲咩食材嚟咧？我攞出嚟先。好，我哋首先由文聰攞出嚟先啦。今夜咩啊？關東煮啲飯。呢個就係你嘅，你嘅啫，我噶，即係阿 Grace 嘅。然後呢個咧鮑魚喎，大佬整個好盞鮑魚喎，三至四隻裝，即係呢度有八隻鮑魚喎。跟住咧，其實我嚇，呢個點樣掉落去啊？得㗎，可以㗎。最尾先啦，呢個留翻最尾。
啊，這個都很正常的，這個魷魚。我這個呢是台灣的特產來的，這個我那時候在花蓮呢我就很喜歡吃的。哦，即是我應該會知道是什麼來的。是台灣姜母鴨煎炸得。哇，這個暖身的，其實吃這個很飽。是啊，入面是應該是淡，即是很多肉在這裡的。其實今天已經出現了，但是不同的東西。番薯啊？不是，哇，兩番薯。有番薯吃過嗎？荞麦紫薯咯，那餡不同的，那餡不同，是啦，是饅頭啊，這個是粟米餡的。哦，好味啊。這裡呢台面的東西準備都是要丟在那個煲裡的，那一會就給大家看個成果是怎樣。鴨不吃剩那麼多，現在當然要落這個紅仔餅啦。死了，癲埋啊！哎，仲有呢個有氧味，有咩味啊？呢個唔錯。有咁难食咩？我夹笔呢个嚟啊，笔即系我觉得系咩酒朱古力嗰啲咯，酿得酒嘅朱古力，而家系朱古力，系啲酒酿嘅朱古力咯，唔系啲朱古力酿嘅酒咯。兩大皇后出場，擺架。我哋嘅早餐係有呢個腸仔，同埋咁多嘢冇啦。澳牛而家開翻啊嘛，呢個就係澳牛重開厚蛋節。要俾大家睇下咩系幼稚园同埋大师级。幼稚园喺度煲滚公仔面嘅时候，大师级喺度整玉子，唔同 level。哇，唔系偷工减料噶。你快啲引走佢啦 ！No no。包汁咪红烧包汁咖喱捞公啊！即简单啲就系琴晚食剩咗嘅嘢。记住带翻啲垃圾走。嘿，第一度有人嚟收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又喺度分道扬镳啊！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大家早晨，为大家直击呢一个超级犀利嘅装置，攞你命三千。是一个人体蒸汽密室，
呢一邊就係先將人體咧表皮上嘅細菌咧先沖洗乾淨，再嚟呢一邊就將佢哋蒸熟。咁我要率先試一試啦。由於咧場主就話唔一定全部24小時都會開呢個熱水嘅，所以試試係咪真係有熱水先。都算幾乾淨啦，同埋幾闊落嘅，即係足夠你轉身嘅。報道完，我食完呢個瀨尿牛丸之後，就即刻覺得自己大隻咗，聰明咗。